这时阵来电话是要给我惊死。喂，这是柜台，有人要来探望杨总裁的朋友，请问敢要让因入去？哪会有人来看卢家福？你先把监视器的画面传给我，我看了之后再决定。好。竟然是王雅杰，霸明是因在古厝的时阵就起怀疑，才会这么紧就出来吃。魏明兄不忘禁欲，安尼表示讲，你即马是咧声东击西。表明兄是两个人找来吃，其实万禁欲咧找白红官，你来内底。柜台，余总裁有交代，白人今嘛无想要互搅了，无想要互任何人看，请伊马上离开。真是的啦，白人无接受方式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袂当入去。拜托姐，你看清楚，这是余总裁传我的讯息。你家看。我警告你哦，你想要是让我入去，啊，若无杨总裁追究起来，你嘛承担袂起。歹势啦，还是林刚甲杨总裁做伙来。我边头甲你讲这么多，我即马就要入去。你袂当安尼啦！你闪啦！袂当啦！你放手，你放手！袂当入去啦！啊！啊！杨总，我有心啊！你搁杀我！杨总。你两当对有四个人去下动手，我无甲杀啦，我只是放手尔。我到时阵哦，你要向你主管交代，赶紧去。你去啦，美女啊，我没你去，你先上去，放手。美女。小姐，请问是有什么代志啊？这敢是大体？小姐，你问这问题，就是在讲真相。你若咪爱乱吼，我就会请你离开。这是爱看事实呢，袂当去当问题。小等下，因为拄只我甲伊手有磕着，啊，明明还有温度啊。我先去啊！万一你若不唔对，迄定义是害死一条人命呢。死亡证明是幸亏的，而且人都死，身体还够温度，是真正常。小等下啦，诊断嘛是有不唔对的所在啊！啊，万一若真正害死一条人命，迄赔袂起啦。是嘞，是嘞啦，我就只是想要较冷静尔，是嘞啦。小姐，你这人哪会安尼啊？对死者爱动脚动脚，安尼足无礼貌的嘞。是嘞。你是要创啥？我今日袂喘气啊！何家才吼，你有叫我把这假面皮搭在伊面顶悬，也袂拄只，都别空啊！你是因找伊旧厝时阵，我就感觉足不安。即个咱只是较好运淡薄，有心封闭，才有法度应。阿无，代志别空啊！志宇啊！你是认为有什么问题是无？坦白讲啊，
不过今麦较冷静落来，我才想到，我伫个病院内底，去拄到迄两个护送大体的医护人员，我伫迄个查某的医护人员身躯顶，闻到甲魏小姐身躯顶的香水味是一模一样的。咁才是嘞，你嘛知影，我对气味有较敏感啦。可能是我伫疗养院的时阵，心情作乱的，而且嘛作惊吓的。所以我们才没注意到这个细节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个医护人员很有可能就是魏小姐？我就是这样想的。啊，两个拜拜吧，咱是要调查清楚，都要全是监视画面。那是姜家所开的私人疗养院，咱要进去就真困难啊！咱哪有什么权利看监视器啊？您是忘记啊，我电脑的专业。对哦，你是骇客呢？赶紧进行哦，用讲的无路用。哎，是，等下。那是宋经理。那是家暴，真正是家暴。你竟然用这款步数，给人刷上。两个家风，所以以前的家风，那你这么诡异对待我身躯边那查甫人是甚物人？还佫有啦，这么逐天到好困伫同一间房间，那查甫人到底是甚物人？阿嫂，阿嫂，你先别这么紧张啦，你别这么紧，都下定论，无得卡。我伫卡监视器内底，这是假的啊！无可能，无可能！恁敢无看到？伊个隔壁陪房听落来了，迄个人真系家风啊！而且我看到伊时阵，我就真正有感觉啊！要安怎？我真应该，先莫想遐济啦。即马要直接就查真相的方式，就是验 DNA 啦。喂，女神，我人都明明在这，谁人会感觉你目睭看我，啊，不过头壳在想别人啊？我现在跟你讲的真话，敢会伤过少？啊，敢无比以前更加低？你应该对咱的将来充满期待，不是一天到晚拢在想过去的代志啊？那是无过去的代志，免得有今麦地位啦。你敢来记得一句话？以后的罗家峰一定会做一个完美的翁婿，还有完美的爸爸，安尼就好啊。你是我最爱罗家峰的，你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拢信任你，甲你记条条。好啊啦，你今仔怎会开讲呢？啊，唔得紧只，这牛肉哦，那练起就润啊。这牛肉内面啊。有真侪丰富的铁质跟蛋白质啊，对有心的人哦真好，会当补充营养。你嘛辛苦啊，来，吃淡薄。你哪袂吃？啊，是我吃过，你唔敢吃？袂哪有可能啦？咱两个阿婆呢，我袂哪有可能因为你吃过我都唔敢吃？其实哦，是因为我即马有心啦。啊，所以我对这个气味哦，就感觉加足刺激的。我拄只点牛排的时阵啊，我就闻这個肉味哦，啊，分到安尼感觉要吐要吐啦，无解爽快。伊拄只明明就是想开啊，这种身体自然反应，应该是一种抵抗。敢讲伊真正对我起怀疑？伊毋是为着要摕我的检体去验我的身份吧？那无是安怎？干那准备一副餐具尔？万金玉，我对你敢无够体贴？除了回想过去迄个你无条件信任的罗家峰以外，
你对我的付出甲真心的心意，唔那无感动，甚至去怀疑我，我是多位比袂过罗家峰。家峰，嗯，自从有信了后，我规个食票变足济呢，啊，常常物件拢食袂落，我只好用客家维他命来补充我的体力甲营养。要安怎呢？咱这爸爸哦，敢那嘴蛋唔是介好呢？阿婆辛苦啊嘞！你哦，今麦才日头大呢尔，你着拖恁妈妈做伙了，你也别出事了，你也无好好友好妈妈，爸爸一定会打你屁股。你是不是？你哪种反应啦？你想你搞啥鬼？哦，无啦，你拄仔啉酒啊，啊身躯有臭酒味，所以我闻着了后要吐。敢是安尼？啊是你讨厌我？拄只要碰你的手，你叫做摕牛肉互我吃，我要饲你，你闪开，我要甲你揽，你嘛搞死开。你敢拿白囝做笑口？你想看卖啊？我乃袂乌白想。我这真正唔是安尼啦。那么是安怎？家峰，你啉酒醉啊？你过去拢袂安尼白话呢？我你怎想做？过去的我，过去的我，敢毋是即摆的我？你想一天到暝一直甲我提起过去的我，你提起这是啥物意思？敢讲即摆的我，你心内是无满意的，还是你无爱我？你想要想骗我？你当甲我讲，我会当改啊！咱无必要做下面夫妻啊！对。过去的你，是一个足够尊重我、足尊重我的查甫人，就连当初。我失去记忆，甲你放袂记，甚至爱着别人的时阵，你拢干那点点点伫我身躯边，好好守护我。甚至阁阿公叫我莫敢对你有亏欠，干那希望看到我幸福就好啊。迄当阵爱我的罗家峰，上真上无私的，我问你，迄罗家峰怎对的？我就徛你面头前。我唔知啥物叫无私的爱，我干那知影，互你温暖、照顾你、关心你，你还阁无满意？你真正已经酒醉啊？我无，我只想要你证明，你爱我，你爱的是什么爱我？你真是无理取闹呢！静宇。你怕我？啊！替你传销也好，我气氛，你两个要闹到安尼，你敢不知我的个性，真那么强硬啊？好啦，既然要安尼哦，我等下阮哥遐大一暝啊，咱两个哦，家己认清过来。怎啊？啊，是安怎无得控制家己的情绪？我是伫咧食啥物醋？伊拄只反应乃真大啦，刚刚已经发现我咧怀疑伊啊！这下是变怎？哎呦，本来是我要给伊个检体检验。现在我跟安呢，发现伊的检体拢未附体啊！啊！我拄只个肾衰配型有咬着，皮肤组织嘛是一个有效的检体啊！啊，这下会当验伊的 DNA 啊！